Join me. Join us. I didn't中文名字叫做孙嘉瑞。今天呢，我在这里这个讲座的目的是想要进行，我希望能够通过将我的经历分享给大家的这样的方式，能够帮助在美国的同学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我们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和我们的感受，并且呢，能够通过希望这样的讲座的方式帮助到国际学生，能够让自己更有信心的在美国调整自己的心态，能够更好的拥有一个留学生活。好，我先简短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来自中国吉林省吉林市一个中等城市。来自于普通高中，两年之前来美国，大约是在2013年的7月份。在美国当然我可以得到在学校得到全 A 的成绩。我们学校虽然只提供两门 AP 课，也就是 AP 数学和 AP 英语，我在这两门 AP 课之外呢，自学了 AP 物理，并且都拿到了5分，今年考了 AP 中文和 AP 英语。所以我的英语在这两年有很大的提高。我在学校内是International Club 的 President， 我也是Student Association 的 Officer， 我做 Treasurer。通过去年申请的10多所大学，我能够得到8个大学的 offer， 并且在今年年底，想要去 UIUC 学习。我要学习，电脑工程，在全美国排名第5。所以呢，我希望能够通过两个方面来展示我这两年的成果，也就是我的 personal life 和我的 academic life。首先，我们要说。也就是自我的一些感受。第一点我需要讲的是 culture shock， 也就是文化冲击。像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坐在教室里跟各位American student、local student 一起学习听课，我虽然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我知道我今天有什么作业要做，我知道我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但是我却觉得所有的这一切都会显得有些 foggy， 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真正应该所需要去追寻的目标，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感受到这样的感觉。比如说在第一天，我踏进学校的第一天，我甚至需要思考2分钟去准备我每一个下一个需要脱出口的话语，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交流能力，英文的交流能力并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自己就会变得非常紧张，而这种紧张也就导致了这个 culture shock。 所以呢，因为这个 culture shock， 我会在我的心里 generate 一些 negative feeling， 比如说 sometimes I feel sad， 就是 sadness， 就是很，有时候我也会 loss of interest in activities， 就是说我并没有对参加特殊的活动那么有兴趣。有的时候呢，我也会 have problems with concentration，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真正的用下来学习一个东西。Sometimes I even cannot make logical thoughts， 我不知道我所做的 decision 是不是对，我也会感到焦虑，我会感到沮丧，我有的时候会感到我自己被遗留在一个角落，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我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能够被其他人理解，而这些其实都是很common 的 feeling。 而最后呢，这些 negative 的 attitude 让我有了一些 social 社交性的问题。 OK，I like to only stay with internationals。 开学的前几个月，我只愿意与那些与我同样的来自中国的国际同学来做朋友。我甚至 somehow hate those American students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我并不想与他们做朋友，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是在 culture shock 的第二个阶段。所谓 culture shock 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当然也就会有了第一个阶段。 Phase 1 is honeymoon time。 What's the meaning of honeymoon time？ 我记得我在这次真正的来到美国留学之前，我曾经2次来到美国作为旅游，当时我确实是被美国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完全吸引。因为你看这个
大家都是从前生活在国内的也都知道，这个美国的环境的确是要比中国好很多，而美国我们也不需要去 only focus o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我们也不用拥有太多来自于家长和同学的压力，不需要真正的去只 work on 我们的学习的事，我们的学习成绩，我们拥有更多的 freedom，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自己想要的事情，所以说这些都是让我感到非常惊奇非常欣喜的。所以我告诉我爸爸，我说爸爸，我一定要来美国，来美国接受这种真正的美国式教育。所以我来了，我在两年之前来到了这里，但是在过了几个月之后的新奇的感受之后呢，我却发现了我变得非常迷惑与不解。当时我来美国之前，我曾经通过托福考试，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托福成绩，我才能够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私立高中来就读。我当时的成绩其实真的很差，因为我只能有，我第一次考试68分，第二次因为没有做过太多的准备，而我在国内呢因为我是普通高中，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来学习，所以我的成绩第二次考才40多。40多分是什么概念？就是满分是120分，我得了1/3的分。所以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并不是非常好的英文能力，所以 I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most of the American students，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到了这个 phase 2， 也就是 culture shock phase 2 confusion。 然后在这同时呢，我也对很多的非常小的 detail 的 small things 感到非常迷惑不解，甚至感到非常恼怒。举几个例子吧。说 measurement 是1英寸 one inch， 谁发明的 inch？ 这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是一英尺是多少 centimeters？ How many centimeters is one inch？ 2.54。 OK。 然后我在考试中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Who invented it, right? And pounds. Nickel. I'll mention that later. Pounds. 1磅。一磅是多少公斤？这个我也不知道。好。16 ounces。Yeah, ounces, 16, like, just... 特别烦。还有就是温度 ,for Fahrenheit. 30度是冷还是热？ Yeah, I'm used to Celsius, and 30 degrees Celsius, like, really hot, but Fahrenheit? What is it? It's freezing, right? 然后说硬币啊，这个penny, nickel, dime. 说为什么 dime 一定要比 nickel 小，对吧？ dime 明明是十分， nickel 是5分，然后特别的大。Doesn't make sense. 然后在钱币上也没有我们看到那些数字，所以说 all these little things just so annoying, so confusion, right?然后呢，就是即使是在我们学校 offer 了一个 class 叫做 American Culture， 就是说是来帮助你新来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get used to this environment， 就是让你更快的 adjust yourself 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学习环境中。就是即使我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课程，老师的确帮助了我很多，但是 still， 是一个非常难的，是一个这个调整过程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难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说 American friends， seriously they're really hard to make. Just I mean they'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right? And they're using slangs. 说 slangs 就是这些习语啊，完全不懂。For the first several months, I have no idea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And some of the jokes that made, 他们讲的一些笑话，我更是完全 get 不到点，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所以你既然没有办法这样的交流与沟通，又怎么样能和这些 local 的 students 真正的成为朋友？即使是刚才我们在里面开会，他们说的一些笑话，我也是听不懂，我只能笑一笑。
So I'm really frustrated, right? 我感到非常，啊，就是一种挫败感啊。然后说这个 fake superficial， 说我们在国内学英语是老师教了三种方法，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分别是 what's the matter， what's wrong， what's up， right？ 但是在美国的这两年，我学习到 what's up 根本都没有那个意思。有一次我去海滩参加 beach vesper， 有一个外国同学向我走来，我说 what's up， 我那么做什么事情不对了吗？为什么你要问我怎么了？我说 nothing， 然后他用一个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就是走掉了。然后后来我知道 what's up 是什么意思。Hi hello right。 然后再说到有一次，我跟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我们说聊天聊得挺好，然后最后他说 OK let's have lunch sometime like next time right， 然后从来没有等到这个 lunch。 所以哎，就是感觉这些 superficial 和这些 fake 的 local students， 我感觉真的是很难与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而归根到底，这些不能成为真正朋友的原因来源于 lack of the local communication。 I don't know how to say speak the proper English with them，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对于像我一样的国际生。但是呢，我们并不需要 feel bad about it， 因为 culture shock 其实是一个非常 commonplace 的事情，它非常普遍。据一个调查数据显示，over 50% of high schoo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r college students， 感受到了这个 culture shock。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必要去 feel bad about it。然后呢，我们同样需要找到一些真正适合我们的方法。OK， 这些就是我的方法了。首先 ，the first one， you're gonna have a clear goal， and you need to be patient about it。每次呢，我在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到底究竟应该来到美国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来进行我接下来的学习生活的时候，我经常会在夜里问我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是否拥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是否应该来到这里？我要的是什么？而这些值不值得我通过更efficient、更有效、更 positive 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第二点是ask question， do not be afraid to speak out。我们现在的这个 Bear Code Group 就叫做 Teen Speak Up， so everyone knows the meaning of that， 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做错事情，只需要我们进行改正，我们去说，我们去问，然后呢才能够真正的调整到更好的一个身心态来接受美国的教育。第三点， Let your guardians help you。 如果说像我们 international student， 其实来到美国是没有父母的陪伴的，我们有的时候确实会感到非常悲伤，因为爸妈不在身边嘛，谁都有这样的感觉。而这时候呢，我们应该去寻求我们监护人的帮助。如果像我一样，我是住在我舅舅舅妈家里，而他们呢是真正关心我 care 我的人，所以说如果能够像我一样住在亲戚的家里，其实是最好的一个事情。如果说你要是住到 homestay 的家里，如果说是住到 homestay 怎么翻译？寄宿家庭的家里，那么你需要更多的就是要 self control， 你需要能够 manage your time， 你需要给自己定下详尽的计划，你需要去真正的管理自我，才能够成功的摆脱 culture shock， 也就是我说的第一个部分 personal aspect。And for the second part。我们要讲的就是 academics， 就说作为一名国际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在美国的高中或者是大学里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呢？首先我需要提到的一点是，作为一个中国学生，我们在国内是怎么样面对这个教育的。
教育系统，我们觉得 we are controlled by the scores. Our lives are determined by tests. 在座的各位，American students， 也许你们并没有 experience， 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系统，但是呢，我们确实是，真正的由一场考试来决定我们能够要去的大学是什么样的程度。而这个考试，如果你想要再要去 take 一遍，它就要需要过了一年之后你们才能有结果。所以说我们感觉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自由。而 after 我们 come here， after 我们在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呢，我们却会去感受到两种。我会将这个国际生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 part。 第一种就是像在座的各位都是学习很认真的好学生，所以说呢 some of them will study hard every day because the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previous educational system，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是他们是完全是为了escape from the previous educational system， like the one that I talked about earlier， 说我们那些 controlled by score， only life will be determined by one test。所以说他们既然摆脱了这样的教育体系，他们能够没有来自于家长老师的压力，所以他们 will only play with people from the same culture only， and 所以说这样的同学也是有的。而我们绝大部分国际生 international student 其实是在 middle， 我们并不是完全只顾于学习，我们也并不是完全放弃学习，而 in general 我们所有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s 都会face to these kind of difficulties like this. After we came here, we may feel some differences at our school. 然后第一点我需要说的就是 class participation. 在国内呢，我们并没有给 class participation， 就是参加课堂讨论的机会一个很重的比例。而原因是因为像我刚才之前所说的，我们只需要通过考一次考试，然后通过这个考试的分数，然后就能决定我们今后所需要去的大学是哪里，所需要去过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而在美国 class participation 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不仅仅而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真正的是记在你平时的成绩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GPA。 So for the second pointWe have to,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those deadlines. 我们在国内的高中并没有将这些 deadline 都 post 到我们学校的 website 上面去，而我们只是每天留作业，这些作业也并不会被记录到我们最后的学习成绩当中。但是来了美国却是 another story. Even every small assignment, every quiz that counts, 它作为一个部分记到了我们的成绩中，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pay attention to 这些事情。然后第三点我想说的是 cheating and plagiarism。 所谓 cheating 当然就都知道了，考试作弊嘛。像我刚才讲到的几个例子，说国内的有一些考生而且很普遍，他们并没有很好的学习成绩，所以通过买答案的这种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分数，而这些当然是完全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然后第二点 plagiarism 剽窃，这个在国内的高中其实是怎么说，我们没有去pay much attention on them。 我们即使是在，我还记得我在国内写的每个作文里都要引用这个人说的话，引用那个人说的话，而这个完全也没有老师或者说真正的监管之类的人来去管我们。而在美国 plagiarism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因为 plagiarism means that you take somebody else's work without giving them credit。你既然不给他们 credit， 在美国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与偷窃并没有太大的分别，所以说 these are prohibited， and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those things。 然后呢说 how to adjust， 说到 how to adjust， 我们还需要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两点，一个是 goal， 一个是 friends。 所谓 goal 就是还是说我们真正需要找到自己的目标，清楚自己是谁，清楚自己将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我们才能够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而知道了这些，我们就能真正的一点一点的去建立起我们需要进行的学习，
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我们需要获得什么来实现我们的目标。然后呢，第二点是 friends， because of this and 我们经常会感觉到 frustrated， 因为我们并没有对这个系统很深刻的了解。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刚从国内来的，然后他确实是一个study very hard， 他学习很认真很刻苦，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不敢去问老师问题，所以说他在一次他的research paper， 他发现他过了 deadline， 他就没有交，所以他那门课基本上就是只能拿一个 C plus 的成绩。所以说这种事情我们谁都不愿意发生，而 talk to friends is the best way to 去是最好的一个宣泄自己身心压力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朋友作为老师同学家长我们大家都可以去talk to them， 因为在美国嘛，我们毕竟是一个所谓的 free country， 可以 do whatever you want 不应该这么说，应该是在 how to say this， 在允许的情况下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而这些人呢并不会去对你做任何样的 judge， 因为美国我们确实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在中国就不行。 You guys are really lucky。 然后呢，说完了在高中进行自我的调整，我们现在就需要到更需要到下一步，也就是说 preparation for colleges。作为国际生呢，我们会面临一些在美国当地学生身上看不到的问题。然后呢，你们大家就先听。第一点是 understanding English， 所以就是你对英文的理解能力嘛。我也说过，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其实英文是非常不好。但是我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英语有一个 improve？ 我托福从40多分。最后考到了103分，基本上是 double 了一下，然后又多了一科。然后 SAT 呢，虽然没有你们那么高，但是我也是拿了差10分2001，是这样。但是这些问题中最大的障碍也就是 vocabulary。For us in high school, we don't have that many chances to learn so many words but for you guys just read English literature, right? And you just know the words little by little. But for me, 我真的不会那些单词。所以我所能够采取的唯一方式就是真正的抓起那个带来的。这么厚的书背吧。举个例子吧，在我们高中呢，我们是2周做一课的 worldly wise， 一课15个单词，2周。而在我备考 SAT 之前的那一个月里，我每天至少要背将近200个单词，至少200个单词。记一下，还是背怎么背？再背。当时没记住，然后反复背。每天200个新的还是就是？新的，前面的。一直看，所以说呢，很多人就想了，哎呀，这本书这么厚，我真的不想翻开的。而你一旦有了这种想法，你甚至连这本书都不敢翻开，你又怎么能说你能去攻克单词量这个难关，对不对？所以说呢，你所需要的确定的是，你想不想得到一个好成绩？不想，那就算了。你想不想得到一个好成绩？do you want to get a good score? Sure. So, what do you need to do? For us, we need to memorize those vocabularies. 然后通过呢，进行这样的一点一点的背诵，啊，这个我稍微展开一下。说到背单词啊，这个最好的方法其实还是通过读书来背。这是我弟弟 Nelson 告诉我的。他并没有去真正的背什么样的单词书，但是他能够
通过这种读书的方式，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一个单词。对于我们，真的是因为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只能通过这个方式去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家长们肯定也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因为这确实一个我们必须需要攻克的难关。然后说到 TOEFL and SAT 这两个，就在我看来，想要把这两个试考好的根本的根本还是在于这个，只要你单词量到达一定程度的话，剩下的东西都是一些你需要真正的进行深刻剖析的东西。而很多人就在单词的这个难关面前就完全过不了，所以他们也就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个托福 SAT， 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的这个敲门砖。所以说呢，对于托福 SAT， 我的建议是，第一，别说别的，把单词背；第二，做 practice test， 然后一定要在自我限制的时间内做。像当去年在这个时候，我虽然也进行了很多很多的模拟考试，但是 SAT 说实话我并没有完全严格的按照他 Sherry 老师给我定的要求来做，所以呢最后成绩也就是还说得过去，但是并没有太好。然后说到 international student 的另外一个问题，而在美国学生中很少遇到的，或者说也有一些遇到的，就是 we'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system。因为大家在座各位知道，在国内啊，我们只需要听从学校老师的安排，高一、高二、高三体检、高考、志愿，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拿着通知书就可以去一些学校。但是在美国呢，这个 college application system 是完全 different。我申请了十多所大学，我所需要fill in 的 application， 就是重复的信息啊，差不多有5到6套，这真的是非常different。 所以说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 这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然后呢，说这些 difficulties 我们如何去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克服。第一点说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ng， 我要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就是 participate as many activities as possible。我在开头的自我介绍中也说过，我是我们学校学生会的财务部长，我是我们学校国际 club 的 president。 然后呢，在 Sherry 老师这里，我曾经进行过 tutoring， 我曾经进行过summer school teaching summer camp， 我也曾经举办过这个essay contest。 所以说这些怎么说，这些 activities 都是对于我们这个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American local students 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而且我们作为国际生我们需要拥有的另一个观念就是 it's okay to fail。 因为在国内家长会对于成绩这个地方特别苛刻，其实我相信在硅谷这个地方家长其实大部分家长也都有这样的心理。所以说在美国呢，我们需要有的就是 it's okay to fail， because even if you failed you can still learn something from your failures and your mistakes that you made。 然后这也是我们最好的能够 improve 自己的机会。然后说到下一点 vocabulary and standardized tests。 刚才提到过了，说有就绝大部分一些人他们They're threaten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他们甚至不敢翻开那些厚重的词汇书，所以说这个变成了一个根本无法克服的难关。而对于那些能够克服这些难关，真正的决定下来去背这个单词的人们呢，我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 choose the right vocabulary book for you。在座的各位可能不知道单词对我们来说究竟是多么痛苦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而 local American students you guys can still use some helpful vocabulary books such as Baron 3500. Do you guys do that? I think if you guys
search the online is still going to be really helpful. Because some of us, I asked many American students in my high school, they said they don't know those words either. So, so some of those are still helpful. Students, don't just say, I want to go to MIT because it's perfect. I want to go to Princeton because it ranked number one in the nation.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you find the college that you like. 然后呢，找到适合自己的。我曾经在学托福的时间，我的老师，我的 tutor Anthony 老师，他告诉我说，在你最好能够要在决定自己去的大学之前，要去真正的到大学那个地方去真正的看一看。他就是这么决定他的大学的。而我呢，我在这个 Christmas， 对吧？是 Christmas。我在 Christmas 的 time 的时候呢，我也去了我 apply to the most of the universities。比较好笑的是，我最后选择的 UIC 我并没有去过。但是这个建议确实是，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你自己这个大学在你的心目中是否是你真正想要的。第二点 ，Let other people help you。对于我来说呢，我来美国一个月之后。我舅舅舅妈帮助我找到了Cheryl老师，然后Cheryl老师呢，对，他帮助了我筹划了很多需要参加的活动，然后呢，在 apply to college 的时候也帮助了我许多。我觉得 find a fit counselor is more important to find a professional one because 因为这些真正所谓 fit， 我觉得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老师也好，这个导师也好，就是真正的 care about me。他并不是，怎么说？因为我知道在国内有很多的中介，他们由于规模做的 too big， 所以说他们通过流水线的方式来接受一个又一个的同学，而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对完全并没有对每一个 as individual pay much attention。所以说这样其实对一个同学的大学申请是非常非常不利。所以说找到一个真正能够关心你真正能够为你着想的这样的一个 helper， 我觉得对于我们国际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这些我们并不知道怎么去申请这样的美国大学呢，所以说来自于外面的帮助，尤其是这些真正关心你的人的帮助是非常必须而有意义的。第三点我想要说的是，我们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specially we need to start our college application as early as possible。 我去年是在六月份开始我的大学申请，但是呢有几个大学还是拖到了最后一秒才交，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申请都不算早，而对于我们国际生来说，因为我们要花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来进行这些调查与研究，所以说start as early as possible 是选的非常重要。然后呢说到 essay， 我想大家这也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家也都知道说college application 的 essay 怎么写，但是我还是想提到对于我们国际上来说 essay 所需要进行 pay more attention 的事情。在国内我知道有这样的一种中介，他们所谓的叫代写作文，就是说你交钱给他，然后你把你的资料给他，他会完全的把你的 college application 给你做出来，你自己都不用管，你只需要去 take some of the test， 然后作文啊写好了，你需要交钱就行。但是这样做不仅不能够让你不能够让你的作文说你的 college application 有更好，而这样也并不能够让你真正的通过你的 college application review， 说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Why does the college choose you not other people？ 为什么他们要选你？而那样做出来的通过那样的流水账中就是包干中介的这样他们做出来的 application， 我想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个个都差不多。
而是通过我们自己真正的对自己的性格特点、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真正的分析之后，我们才能够写出来属于我们自己的 unique 的 essay。 所以 unique， 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告诉我，他说就是你的作文要写到什么程度呢，当别人当认识你的人在阅读的时候，即使这个作文上面没有署名，大家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那篇文章就是你写的作文。所以说我认为 find a fit counselor and write your own essays 是在我们国际生申请大学的时候需要真正注意的事情。当然了，说到这个作文呢，我说自己写并不是指完全自己写，大家也都知道要进行反复的修改，进行反复的阅读，让你的家人朋友老师们来帮助你，然后呢才能够成为一篇真正让你自己和别人满意的作文。接下来我会讲到 tips from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这个我虽然说对于我们国际生来说，但是实际上这几点我觉得对 local 的 students 也是 very helpful。 第一个， cherish the chances of early decision。 因为在国内啊，regular decision 会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多的申请者来通过 regular decision 来申请大学，而我也同样提到了在国内这种买答案的现象。因为有这种现象，所以说 regular decision 的那些分数，你交的 application 在大学那个 admission officer 的眼里就显得并没有那么 care。 因为谁知道你考的分数那么高是不是你做出来的，或者说当然了，但是你又不能不考高，所以说 regular decision 确实是一个非常并没有能够真正展现我们 international student or local student 的一个机会。所以说珍惜 early decision 的机会，这样不仅能够让你在一个比较 relatively 小的一个 pool 里展现出自己对于这个学校进行了足够多的调查，对学校有足够的热情，同样也会让 admission officer 真正的感受到你是有多么想去这个学校。所以说我觉得珍惜 early decision 的时机对于我们 international students 是非常关键的。第二点， not only focus on one dream school。 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故事啊，说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来自于国内的一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他说他非 MIT 不娶，然后最后他没考上，然后他并没有申请别的学校，所以他 lost his chance， he has to start over again， right？ 所以说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对于local student 来说，我们即使是有足够的信心去 attend 我们的 dream school， 我们即使是有足够的信心去 attend fit 我们的 school， 我们还是需要稍微扩大一下我们的 range， 我们需要将更多的school 来纳入我们的眼中。这样的话，即使你没有成功的去到你的真正的 dream school， 你也会有，即使你并没有去上，你也可以有其他的机会来从其他的学校里选择。而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第三点，这个是我从一篇文章里看到的，说珍惜那些给你 summer programs 和 competition 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大学。我有一个朋友吧，网上认识的，他的标准化 standardized test score 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却能够以一个Chinese student， 就是他是从国内普通高中直接考到那个大学，去到那个 University of 去到芝加哥大学。而他就是说他参加了这个芝加哥大学的一个summer program summer camp。 所以我觉得，而且有很多很多别的例子啊，就是因为说我们参加了这样的一个 program， 所以说能够让这个大学会放更多的精力在我们身上。然后呢，我还知道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我们能够
因为有一些国际生能够有这个去这些 Dream School 的 Summer Programs 的机会，他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拿到自己想要的推荐信。因为这个是学校既然是你想去的，所以说来自于这个学校内部的推荐信呢，就显得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更脱颖而出，更与众不同一些。然后呢，说到 competition， 就是说竞赛啊，竞赛当然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再详细说了。然后说，我们最后进行一下总结吧。说我自己的 personal life， extended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a group， 说我们要 realize that culture shock may occur and we do need time to adjust。And it's not going to take very long. It's probably it's going to remain like several months. And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the educational system is differ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back home, right? And we don't need to be afraid to ask questions to those people that can help us. 然后第三点是 we are able to accomplish what we dreamed andWe can find our positions. 我们能够真正的，以我来说，我能够真正的通过来美国，这么短一年多一些的时间里，然后拿到，取得这些成绩，不光是为了大学，也是我为了我自己的一个提升的机会。For example, I'm standing right here giving you guys a presentation. 在以前，我真的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But I'm standing here because I know this will help me to improve my communication skills, right? 所以说你做的每一件能够帮助你的事情，它都会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一些印记，而这些也都是有意义的。所以说 ，it's all worth it. 这个三分钟是什么意思吗 ？But I did prepare it in English. Cher just told me that I you just switched on the spot. Good. 你一直讲到有时候就说你 keep 一个 goal， 然后要 realize it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goal。这点对我自己来说，因为它。对我来说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我能够真正的在这样一个没有父母和太多老师来管我的情况下，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学习，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天进行这样的一个反省，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每天会问我自己啊，我说 Jerry你今后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 ，ask more questions about the previous one。你想要成为这样的人，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 你有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For right now， 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机遇多，教育资源多，能够真正展现自我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进行生活的学习，最好是身边都有拥有与我跟我一样同样梦想的人。所以说我会问我自己这样的一个 OK 对。Yeah， 我觉得你在解释中，你在解释说你想在什么样的 environment 里，你对外界的条件有要求，你对内在的呢？内在我估计我太 straightforward， but still。你说是对我。展伸延伸到别的方面，可能是并不是与我今天的 topic 有任何关系了。OK， 我真正内心深处想要的是，我希望父母平安。OK， 爱我的人平安。然后呢，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能够去
Thank you. 去做我想做的事情。That's it. Easy. That's very good. So Jerry,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comment， 我就是感觉你一年多能够有这么大的进步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当然我知道你的舅妈付出的这个心血很多哈。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父母在这个工中间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 support？ 这个我的父母嘛，因为主要其实是我每周能和我的 parents 视一次频，他们基本上就是正常的家常的一些 chat， 所以说真正他们来自于背后的 support 我并不是太了解，你应该问我的舅妈。就是这就谈到说父母和真的在这边的亲戚监护人的关系。我跟我这个大姑姐，她是我先生姐姐的孩子哈，那我是她舅妈，我们之间的关系说她给我绝对的信任，他相信我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从他的角度去想问题的，而不是从我一个自私的角度想问题。所以在之前要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 他要没有给你足够的信任，你的身上的包袱会非常沉重。然后你们中间的你本来是在想要 try to do something good， 就做了点好事，最后变成有可能会有很大的 conflict， 因为家里边就说我要的不要的是不是你要给我的，就会有这种情况。这是最初的要 communication 的好。就是你们两个的双方的 goal 要真的是一致，你才可以 take 这个 job， 因为这个是一看到孩子很不知道一生了，但是很深远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就是说，他爸爸就在他走之前，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句话说，我啊你来美国没问题，爸爸妈妈支持你，但是我就相当于把你放在珠穆朗玛峰的半腰了，你没有路好走，你要么就退回来，你退回来就回国，就是那样重读再参加高考，要么你就只好往前走。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知道你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你自己你要知道你作为一个男子汉应该怎么办。所以他这件事情这话说得很重，我觉得，而且他当时来的时候还不到十八岁，所以那个我觉得他爸爸这句话给他交代好了，又不用管别的了。然后另外也就是像他说的，每个星期他们要视频一次，我们不参与的视频，就是我跟他讲，我说哪怕你背后偷偷告诉我，他说我们什么事情都 that's OK， 然后我就说你们之间要双方要有 family time， 就不要什么事都通过我们。然后但是他爸爸妈妈这点做得特别好，我觉得这个父母你也要事先就是要沟通好，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对我们做的任何选择指手画脚，就是没有挑剔过，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尽全力这样子。对对，就在这个三方的沟通就是这种讲。 OK， I've seen very lucky。我跟你舅妈上过课 ，like AP Chinese last year when I was a sophomore. No, she's such a great teacher. No, just like 3 hours before the test, you know, because I didn't take a class. but she's so nice. She's so she's great. And I know, I just and Sherry too, yeah, is great. So you're very lucky. Yeah.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You came here 2 years ago, right?Almost 2 years. Yeah, if you could go back when you just came here and tell yourself something, what would you tell yourself?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your younger self? My younger self? Let's see. I think, I'm gonna tell myself that.Yeah, I should know that. And as I mention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veral months, there's a really, really hard struggle in my heart that I'm just, I was enrolled in a state of confusion.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I don't think that attitude is like good for me to know what I should do in the future. I'm gonna tell myself that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it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internationals who face the same struggles as you. Don't be that sour. Don't be that sour.
没听他说过，但他去年暑假的时候曾经跟我们山里声张他要回中国去学 ICT， 被我们两个给支持，这件事被我们没有要放弃，但没有真的是说回国就是不读了这样当时。我自己想法很简单，来都来了，对，怕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有点那个 guts， 知道吗？就是说你是男女孩，到这个时候要对你的自己。好多那个中国孩子想过来到美国上大学，你们觉得什么时候来时机最好？就是到美国，这个可能得这个 depend 跟 Sherry 或者跟我们谈不上。这个每个人不一样。每个孩子不一样。可以请你说一下，那好几个学校就是给你 offer 的，那他们为什么学习快？他们就是可以换到你的那个他们的观点，为什么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来？你都怕他们选你为什么？然后还有一个给你有 scholarship 来。呀 ，OK， 可以说一下吗？这个选我肯定是多方面角度，我并不知道真正的那些 administration officer 怎么想，但是他们选我肯定是，我觉得我在作文，我在我的 personal statement， 在我的 essay 里面确实是，真正的能够体现自我。Sherry 老师也知道我写的那一篇，my grandpa 那篇作文，我真的是能够在那些作文里，我觉得我能够通过用这个英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我自己的最 positive 的一面展现出来。读起来这个很关键。还有一个就是，虽然说是一个很 narrow 的，是一个很狭隘的角度，但是那些standardized test score， 他们大学其实也还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视的。尤其我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人，就是特别肯。其实我们的 international pool 也是非常非常 competitive， 所以说，为了快嘛，他们会看那些 standard test scores。然后我觉得我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 level 也是。GPA 也是。非常好，他 GPA 每次都是说。有了四分满分，它是四点七八分，分满分它就是零点七，这样，所以这边非常重要。不知道具体，但是就是全力。这样。你有什么别的其他方面的推荐信吗？校外的信。推荐信我基本上是让，我有两篇是让学校老师写的。然后有一篇是事儿哥写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孩子们能够去参加一些更，就是像我提到的那些university 的那些 summer program， 我觉得完全可以去进行更深入的与那里的老师进行交流，其实也可以去有更好的一个像 graduation。那你们学校有没有就是说你那你十一年级选课的时候，你是不是选的中等一点，不要太 aggressive？ 哦，这个是这样，我没什么难的课。没有英文，对于英语来说，我还是保留一些，我还是就是开始我还是学了就是英语一，也就是说这里就是第一年嘛 ，as a junior， 就是像他们 freshman 学的 English one。但是我并没有 take English， 我并没有 take ESL 的课，并没有 take ESL 的英语课。然后呢，那些理科方面，我就是按照最高的选，因为我确实在国内已经把所有的物理化、数理化都学完了。然后呢，是这样，我经过第一前半学期的一个调整，我去自我，然后让我去舅妈帮我感觉一下，我是否有能力再去 take the same class as local students。然后我第二学期上了英语三和英语一起上，就是 junior 的英语三。第二学期上的什么英文课？第二学期我上了两门英文课。第一学期 I only took English one， but after self evaluation and teachers and the parent and guardian suggestions, I took English 1 and English 3 at the same time. 哦，两年级上。就是今年我是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f the school, 我上了英语二和 AP 英语组的，今年都是两年级上。
每一天背200个单词的时候，是不是要花7-8个小时啊？一小时背30个单词。放假有时间。然后我说的背200个单词，不是真的完完全全记住，不可能的，我记得，一遍一遍看。就是你今天看了这200个，第二天看新的200个，再把昨天的再看一下，看对对对，对吧？是这样。能什么时候背完什么？你一共背了几本单词是吧？你一共背了几本啊？ How many sets？ 这里有2本，有一本我没背完，另一本背完了。我有一本托福的背完了。啊哈，这也2本单词。3本，嗯。对，去年是12点睡午觉，今年是12点睡午觉。12点睡，5点半才起的。中间也没有。不，但是我因为中间我有可能自习课会睡觉。对呀、啊，那也半个小时。他5点半起，我也跟他5点半起。哎呀，好累啊！舅妈都是这样。对呀、啊。那 Jerry， 你对新来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比方进大学的有什么建议？他们直接进大学的吗？对。mentioned it before， right？ 就是你要 be patient， 就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 be patient。